女人国是由 Singapore Flyer 所荣誉呈现。欢迎收看 TCP 五周年台庆综艺节目《女人国》。我们要感谢所有观众朋友们给予我们支持哦。上一集的反应非常利好。Yes, yes. 对了，如果观众朋友们想讨论《女人国》的话题，可以到以下的网址分享你们的看法。1 2 3 Happy Birthday TCP。 那在上一集里我们讨论了男人所承受的痛苦，那这一集里我们将讨论什么呢？这一集里啊，我们在讨论是女人的自信。 OK， 话不多说，现在马上开始女人国。痴心男人的感情路线都是一帆风顺的吗？ Oh please， 正所谓男人不坏女人不爱。怎么，你觉得很 obvious 吗？你不相信吗？ OK 了，请看片段。下一集会探讨女生怎么对付女性观众男生。我
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的戏有什么意见，可以丢到我们以下的网址。没错，有那么多精彩的娱乐和内容，你们千万不要错过下一集的女人国。